推荐四部剧情精彩的韩国电影，建议没对象的观看。第一部《屠夫小姐》，这个女人很惊艳，她白天是一个肉店的老板娘，夜里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屠夫。第二部《王者制造》，韩国又一部佳作登场，评分高达 7.3， 看一位影子谋士如何把议员送上总统的宝座。第三部《阿修罗》，该片要剧情有剧情，要演技有演技，要动作场面有动作场面。第四部《人间空间时间和人》，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，讲述了一艘战舰上不同职业的人之间发生的故事。优质电影持续推荐。